这边的雾是真牛逼啊，出着太阳也这么大雾。这已经刚进入昌黎县境，我操，可他妈了不得！哎呦，呵，这俩车不敢开了。哎呦，我操！川老大回来了。我杆子短了，干脆我再跑一个事儿。这还大海螺，看看。哎呦，这肉还真多！那搁手里拖着，啊，搁手里拖着还，还能看出这大海螺多大个儿？这个小点，嗯，大海螺，十块钱一个，船上买的，不知道便宜贵。这咋？哎呦，乱七八糟一大盘子。有钓的，有买的，找一饭馆一加工。你这鱼钓的嘿，八爪鱼，这叫什么呀？底下这个，一样一个，你说这事儿闹的嘿，真好。